肩膀上，再来一次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啊！哎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不行了！没事吧？这也太高了吧！静心啊，都怪你，非让我大半夜的来找程程商量。这要是白天，说不定我又可以混进去了呢。那不还是因为你不会武功吗？要不然我早就带着你翻进去了。你的武功真有那么高？那当然了。那你来，我来就我来，拿着。见过二公主殿下。萧大人，萧大人，你是不是在我身上安了 GPS？ 怎么总是阴魂不散的？大半夜的不睡觉干嘛？吓唬谁呢？臣知道二公主为何夜闯皇宫，但很遗憾，这次又要让二公主失望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这次来是找皇上有要事相商，快带路。驸马私闯禁地，被困其中，恐怕有生命危险。这禁地之中机关无数，驸马又已受伤，若是没有臣的帮助，恐怕真的性命难保。若是二公主此时能回府安心待取，臣必定会亲自施救于驸马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吓唬谁啊？